久等了，对不起，可爱的羚羊，我就 我就乐乐说道，可爱的，正在留言发文，我的彩色狗狗怎么了吗？怎么了？你的彩色狗狗去哪？去哪儿？噔噔。我刚刚一直弄影片，就莫名其妙变成1:25了，嘿嘿嘿嘿嘿，我从1点前弄影片弄到现在1:25了，等我一下，彩色狗狗马上回来，好的，好的，还有，为什么变成黄昏了？家树，为什么？没事，至少会出现。那大家留言啦，留言，留言。哦，就是为什么我要直播开始之前要发文呢？是因为可以威胁大家。直播结束后再发文的话，我就没办法强迫大家了。所以呢，我就是要开始直播之前先发个文。然后威胁大家，唉，对的，这是我的小技巧。不错吧？您好，您好，我是麻友，所以大家留言了吗？我要请了你们哦。又可以乱留言了啊！留啊留啊，欢迎乱留言，这个想法不错。对，强迫粉丝证的麻友，你猜呀？我留言了吗？你一定有啊！那我现在很懒得去拿手机，然后懒得去拿充电线，看起来像是被威胁吗？好，我现在留。可爱熟了，我要吃自然林。今天万圣节不是要穿女仆装吗？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女仆装？今天万圣节哦，哦是哦，我不知道哎，哈哈。七七正在画万圣装，是哦，我不要。嘿咻，万圣节装是不是？我要什么？我可以当什么万圣节的什么东西呀？你们会吃这里的吗？我 yogurt 吃的时候，吃 yogurt 的时候一定要填这里。像自当他的比基尼，我是为了你不穿的好不好？盖子都是精华，嗯，盖子的这个盖子的优格是最好吃的呢。这个画面怎样？花仙什么说谢谢自由爸爸，谢谢月山应援。吃饭了吗？我这现在在吃啦。Yoga 比较喜欢看麻油吃。你不觉得啊？这个便利商店给的这个汤匙太小吗？每次都觉得这样子，我只能吃这一口。留好了，赞赞，我等下去看一下。一直都这么觉得，对吧？人家可以再大一点，为什么要做这么小的汤匙啊？到底这样子要吃很久，而且最后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很难挖。
啊，这个汤底其实是设计给小朋友的。是啊，花生小魔术，谢谢你的许愿瓶，让你不要吃太快，享受吃的东西的过程。哦，那你以后筷子要拿超细的哦，你不可以拿正常的筷子哦。我喜欢再大一号的。嗯。啊，记得一开始是这样，快乐一下就结束。那你们，你刚刚说什么快乐一下子就结束的大家，你们要以后就要拿那个很长的筷子，不然就是很细的筷子哦。吃饭的时候，让你们可以慢慢吃。阿香小毛说谢谢。玉米一片，牛奶那种比较大啊，对对对对对，拿两个吸管跟吸管带筷子，这是布丁豆花用的吧？花生小魔术，谢谢香玉。我吃饭很痛苦，为什么吃饭很痛苦？呱呱呱呱呱，王保罗。哦，所以你吃比较快。我吃饭应该是正常，就不算很慢，也不算很快。今天小麻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是粉红色头发最后一天的事，嘿嘿，开心！我明天就可以去染头发了，啊，好开心！今天是啊，万圣节快乐！明天就要染发了。开心。开心，我也想要剪头发。如果是粉红朵的短发的话，就很像动漫人物哎。你看，有吗？很像动漫人。あんや、これ好き。什么？你说什么？终于可以穿粉红色的衣服了。对的，安雅，对呀，星期三黑麻油，对呀。噔噔噔噔噔啊！对哈，草组的公演完售了，开心。因为好久没有公演。上次不是说要穿安雅的吗？我是说安雅我本来是想穿啦，但是她的衣服也是很复杂，所以我不要。Kix， 谢谢你的气泡水。嗯，敲碗 cos 约儿是什么？约儿是什么？真真。约儿，我怎么没有听过约儿？是粉红色头发的吗？我比较想要安雅的妈妈哦，安雅的妈妈叫约儿啊。我比较想要当蛇姬，我想当蛇姬，还是你要变垃圾头？我不要变垃圾头。哦，继母 ，step mom，OK，、okay, 戚薇，蛇姬是因为什么？不是，蛇姬是因为漂亮，蛇姬很漂亮啊，我超想要穿看看她的衣服的，说，蛇姬想想穿，但是那个必须得染头发，想被踩啊、哦，你想被踩？想被麻油踩吗？还是你想要被蛇姬踩？
麻油午安，这样麻油发明会死化，那麻油以后拍照要往后仰。那个很棒耶，都可以，我不接受都可以，肯定是麻油，想被麻薯踩踩，是我也想要。那个下腰啊，不行，我老了，最近腰不好哦，所以不可以下腰。嗨，冰彻先，哒哒噔噔噔，踩不踩的话题，我刚刚在说什么？齐薇是一个多 M 啊，然后齐薇曾经说是想要被我踩之类的话，这样子一直在爆料齐薇的。齐薇是变态，麻薯会常常踩踩吗？会啊，会啊。嗨，波西，被麻薯踩在我们业界是个奖励。对，麻薯真 Q 哎，妈妈，被麻薯踩是享受吧？哈，齐薇是个变态。齐薇觉得齐薇是个变态的人，扎伊。打加一，齐薇是个变态，你看吧，大家都加一了，加速，结一，零了，这个不好说，不知道发生什么，总之跟着加一。可爱耶，加加加加加一了。嗯，台湾女生超漂亮，谢谢。真景美女对加一，笑死，加十了，被加十了，齐薇完蛋了，嘿，蓝调人，蓝调人，真景美女推，谢谢四叶草。加零一，齐薇怎么了？没有啊，他一进来就被我开玩笑，好可怜。只好假装工作，先挂听了。可爱哦，不行这样，哦，陪我，不用管加一就对了。加了多少可以让齐薇真的被麻油踩？嗯，怎样？这样也计较我？怎样？哎、欸，不是，没有要踩。如果加一是一张握手券，那齐薇要用几张抵消？那你慢才少爷在现实动态中提及了我，我想去看一下，可以吗？我消失个30秒，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慢才少爷的现实动态吧，待会见，拜拜。在吗？大家在吗？慢才少爷标记我啦！
开心。我们那一天呢，去上大热门的时候，哎、我先透露一下下好不好？反正那个大热门很快就要播了，不在，皮在痒，谁说不在？皮在痒，好，谁？九档，还有谁 ？Cookie， 还有加速，还有谁？过来，我打你哦！我不在，土豆就早就迁走了，没关系。我的心不在呀，在麻友那里，好可爱哟、哦！我刚刚说什么啊？对，大热门的东西呀、啊，我想大家什么 ？Hello， 那是 Hello Kitty， 不是土豆，你不可以侮辱 Hello Kitty 哟、哦、！Hello Kitty 的粉丝可是很多的呢。好，在哪里？我一直都在被踩在地上，动弹不得。这么好看，可以被打。哎，小瘦伞来了呢。小瘦伞，捂嘴猫，搅蛋，我就乱说不在。哼，小哥哥，哎，我跟你们讲那个大热门的事情好不好？大热门那一天呢，我笑到疯掉，你知道吗？那一天是我们当评审哦，我们第一次当评审哦，我们平常都是当来宾的，然后我们那一天是当评审，第一次。哎，我有跟你们讲过吗？有吗？这次居然不卖关子，不卖，完全不卖，因为那个应该还好啦，对，反正我们就当评审。然后呢，就是漫才少爷呀，然后还有相声的，台湾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相声的一个两个人，一组，然后相声蛙什么，我对不起，我忘记名字了，然后小安先生。还有一半，还有，对不起，魔术师，但是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抱歉。反正就是有这五组吧，对吗？对，这五组，然后就是他们会表演，然后就是要让我们笑，然后我们笑了就会有加分，然后就是最后就是高分的人就会是综艺。搞笑玩这样子，对对，不同形式的喜剧，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当评审嘛，我们这次笑点那么低，我就想说应该是全程都在笑，对，没错啊，我就是一直都很害怕，我怕我笑得太开心啦，因为我笑点真的很低，而且我这种就是喜欢漫才呀，喜欢那种搞笑的东西嘛。我真的很害怕，所以我那一天就是有冷静的看，真的是很冷静的看啦、啊、我就没有笑得那么开心，因为我们是要当评审的，就是要认真看，就是不是这样子在那边哈哈哈笑就好这样子。然后漫才笑为啊，果然厉害，真的是很好笑，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比较喜欢在那个他们的表演场嘛，就像那种我们也是去出去可能电视台表演，但是我们平常都在乌梅剧院表演嘛，那我比较喜欢我自己在乌梅剧院表演的感觉，不是在电视台表演的感觉。那我自己也是觉得漫才少爷，我自己也有去看过表演嘛，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在表演那个场地看漫才少爷的漫才，而不是在电视台，那个少一个那个 feel， 你知道吗？少那个在看漫才的那个 feel， 然后就是有摄影机呀、啊，然后他们也不是对着我们讲话，就是对着摄影机讲话，所以有一种少了一个气氛呐、啊，所以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我又想要再去一次表演场看他们的表演，对，少了互动感，但是果然厉害，真的是很好笑。然后就是
哦，那一天是啊，这个还是不要讲好了。反正就是大家也有在 YouTube 上，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我前一天就在那个 YouTube 上看他们的梗。我是他们的粉丝，你知道吗？所以我就那个订阅他们的频道啊，然后就在看他们的梗。结果呢，隔天在大热门就遇到，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收到 rundown， 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会有漫才笑颜，但是我就不知道，就前一天就刚好看到他们的频道嘛，然后就看，全部都看完了。结果呢，就是隔天那一天晚上就收到 rundown， 然后就写说漫才笑颜，怎么会这么巧？然后后来就隔天上大热门的时候，看到我前一天看的梗，我都知道他们要讲什么，你知道吗？我自己剧透的感觉，自己害自己剧透的感觉。所以我那天看漫才笑颜的时候，其实都知道他们下一句要讲什么。超好笑的。对啊，暴雷自己。但是他们有稍微改过啦，稍微不一样这样。都知道就不好玩了。对啊，这是一个小粉丝的困扰哈。终于谢谢你的泡泡，谢谢芝里安。刚刚说什么？电视台就很多台声以及小了很多观众那个气氛，对啊，就不一样。然后第二组是我记得是一半吧，一半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然后一半我觉得很正，很漂亮。他是一个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在网络上很有名的模仿那种公务人员的那种。搞笑就是可能就是模仿图书馆的阿姨呀、啊，或是学校的老师啊，或是在服装店的大姐呀、啊、之类的。但是比较冷一点的不是，我是说比较不是那种就是有爆笑点的那种搞笑，它是网络 for 网络的，就是有一种有这种人，有好笑好笑的那一种，你懂我意思吗？不是那种讲一句然后大爆笑的那种，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反应是比较冷漠一点，但是我是觉得那种是比较像是哈哈哈好好笑，哈哈哈好好笑的那种，就是一直持续的都觉得很好笑，对，就像。跟漫才的话，就是前面就是没有讲什么，就是他们就是在准备大的梗嘛，然后再讲，一段讲完了，两段讲完了，然后第三阶段的时候有一个大爆点这样子，对不对？但是那个一半就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很好笑，又是觉得哦对对对，有这种人，有这种人，就是有预购生活中的有一种哦有诶的那种很快乐的感觉。然后第三组好像是小安先生吧，小安先生我在西门町也有看过。然后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就是讲一下什么吐槽很重要，对呀、啊、漫才就有，对对对。那九蛋说我也蛮困扰的，每次看 reels 都被爆雷，下一首是什么歌？啊 reset 公演啊 reset 啊、哦、我也是 reels 啊 reset 爆雷，你是你自己很厉害啊，可以将这当评审，很正的 IG 都 IG 不告诉你，今天是不是最后的红榜？没错啊，温暖。然后我说什么啊？对，小安先生，我其实在西门町看过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小安先生吗？但是他最有名的好像是扮成 Joker 小丑这样子，然后他那个水晶球很厉害，你知道吗？你有看过吗？西门町，我之前就有看过了，对，然后。我这个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那时候突然被 cue 到小安先生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没有想太多，就觉得他的表情管理非常的厉害，他是一个很会跟观众互动的人，然后但是扮成小丑嘛，所以但是他的表情啊，他的一句一动都是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就像笨蛋一样，但是这看起来很笨笨的，就是很呛，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一种
真的是小丑的感觉。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就说他的表情很像的笨蛋，就觉得我本来是想要表达，但是他的表情就是很厉害，很呛，就是很奇怪，很有小丑的感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抓到那个小丑的感觉，像个笨蛋一样这样子。那我就是那个，对，我就是与那个词汇不足，就又不知道在讲什么，也没有被误会啦，也没有被误会。我只是想要补充一点那个感想而已，也没有被误会啦。就是他应该也有懂我的意思，只是因为我那个讲得太短了，我也不会怕被误会，只是我想要再讲一点感想，对。然后呢，我是认真配合他的，佩服他的那个表情管理的，真的超强。然后就是我看着他的表情呢，我也是不知不觉的学起来，把他的那个表情学起来，你知道吗？就是他很奇怪，我就看着观众也会变着一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莫名其妙就会被传染到，你知道吗？学一下也不是怎么讲，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人看，就是有人在打哈欠，你也会想要打哈欠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莫名其妙的被传染了。他的啊，对，我的重点是他的传染力很强，对，我就是想要这样子讲。但是后来，对，传染力很强，对，一个传染的感觉，对，就是有一种他是透过一个表演然后传染给大家的那种，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带进去那个气氛里面。我是觉得哇，天哪，好强。但是我那一天讲感想，我本来是想要这样讲，但是就是讲一讲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讲得很奇怪，讲得太简单，怕大家没有懂。对，感染力，对，感染力，对，不是传染力啊，是感染力，对，是的，感染力，对对对对对，讲得不够好，对，是讲得太简单了，然后就没有讲到他，就是没有，我好像没讲的，没有在夸奖他，但我其实真的很想夸奖他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到时候再需要。又需要麻油饭的大家的力量了，就是因为我讲的不好啊，我就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在留言区夸奖一下，帮我夸奖一下小安先生，因为我讲的不够好，我怕那个小安先生觉得我不喜欢，对。那麻油可以夸奖我吗？得到乖乖，你很乖，真听话，乖乖。鸭果眼真美，感染力是指情感上的，传染是一只疾病，感染力啦，我只是想这样讲啊，对啦，我只想要讲说表情控管很厉害，但是红土豆吧，黄金列车了吗？卢特 ，hello。然后下一个是，我记得下一个是相声啦，相声我之前在那个十国祭典的时候有听过一点点相声啦，但是我那时候在忙着准备下一个东西，所以对就没有那么认真听，结果我这次第一次认真听相声，好强哦，天啊，那个什么灌口灌头灌嘴，我忘记了，就是一大串东西，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个是什么相声的阿宪哥有教我们，那是灌头还是灌口还是灌嘴还是什么的东西，什么灌什么的东西，好厉害，好强哦，我真的很害怕他们咬到这些舌头，传染力是我们这麻友病毒在讲的，相声也很厉害，超好笑的，我一直在笑，超强，真的很强。然后最后一位表演者是那个魔术师，旁边听你直播也很像相声，啊，是单身。
太冷掉人。魔术师好强哦，我怕他的身体不好。到时候看了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怕他身体不好。对，对啊，魔术师。结果呢？因为魔术师也没有什么那个，没有那个就是好笑的部分嘛。通常都是哇，好厉害哦的那种。然后节目组也是有说，因为魔术师不是佛好笑的，不是搞笑的，所以就是你们可以不用笑，但是你们可以就是哦这样子，然后就是帮大家加分这样子。结果他真的超好笑的，他的表演力也超强的。这集的主题是什么？不是各种职业的人，是搞笑的人。然后我们当评审，我们 AKB 是当评审。然后我们的笑声除了那个魔术师以外，魔术师是我们的那个哇这样子欢呼声，就是啊哇好厉害哦的那种声音会帮他加分。那其他四组是都是搞笑的嘛，所以搞笑的都是就是笑声会帮他加分，然后最后就是节目组那边会有算分数这样，然后就是分数最高的就是综艺搞笑王这样子。对对对，哇你们也好正这样子吗？嗯哎谁都各种形式的喜剧。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好笑的啊。我这次真的很就是担心会很尴尬，因为我们当评审，然后我们也就是没有什么资格评审人家，所以我就是很害怕，就说就是如果我们当评审然后讲不好，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对不对啊？结果就是我们就是录得非常开心这样子。很开心耶，还好吧，戏剧有反应不尴尬。对，我原本是就是真的好害怕，或是怕他们不好笑，要硬笑这样。最近的节目感觉都很开心耶。对啊，都很开心，然后对，都很开心。我在讲什么？怕他们不好笑。对啊，大班人当评审，但我没有讲到大班人很，我是大班人，蛮有笑点很低，应该听什么都觉得很好笑，接到很棒很棒的通告。对呀、看你们的 reels 都好开心。对，我是觉得为什么我喜欢看 reels， 我是觉得啊，比起照片更能了解他的个性呢，他的特质。我觉得那时候同学写告白气球，不觉得吗？我有了那个 reels 之后，我就知道，我就大概懂那个艺人或是那个人的那个感觉性质是什么。不觉得吗？就是照片都看不太出来他的个性是什么，都是颇漂亮的、可爱的、帅气的什么的。然后 reels 的话，可能就是这么长得这么可爱的人，长得这么帅的人，怎么这么美的人，也会这种错这种东西啊，或者是长得这么丑的人也可以变成这么帅之类的。我就反正就是随便，反正就是我比较喜欢看 reels， 比起照片，我比较喜欢看 reels。不好笑就用大阪人的古能技能就愁我没办法，我是一个不好笑的大阪人，更能了解当下的心情。哦也是啦，有，对呀、不过照片还是希望能发几张，照片快不够用了。对呀，蛮有看我跟柯斯的 reels 吗？没有，那时候拍的，你标记我。如果你们没有标记我就没看不到啊，就是我会看那个帮我转发的人的，因为我们的 IG 啊，就是有那个查看现在现实动态转贴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如果只要你转发我的 IG 贴文或是影片，就能看到你们转发的东西，所以我都每次都会看你们转发的东西，然后标记我的我还是会看，对，其他我一律不看。高铁车站 cover 真假的，不要偷看，有时候还是会偷看哦，大家。
因为就是可能就是你们按赞或是留言，然后看到你们有限动的话，就看一下，偷看一下。抖音车站差一点哦，怪不得转发了会被看。对呀、啊，不要看，会说就是被说不要看，我还是会想去看。为什么？这样你会发现我很花心啊、哦！我本来就知道你很花心，现在怕什么用？有什么用？偷看时候时不时来一下，怕不能发奇怪的东西了。偷查水表，本来等等，尊重呢？零尊重。绝对不要看了，我最专情了，是吗？是吗？假使我来看一下你，我来看看你，看看你有没有成为麻友粉。真的忘了要标麻友？对啊，你刚刚重发啦。没有标记我怎么知道你的？你要播？好险我的线都没有怪怪的东西。肯定的吧，我最专情了，是吗？发要求马友性感照的行动，标了标了，好，难怪发现上次马友会看不相关的行动，发现上次马友会看不相关的行动，有吗？啊，对啊，我有时候是那个行动警察哦，我喜欢的女人也是还没有超过两位数，哦哟，渣男发言。渣男发言是吧？啊，我限动发怪东西那天才被我小偶像关领惨，笑死！要准备两个 IG 账号了，好可爱哦！我有时候也是去，就是当个那个 IG 警察，然后就去偷看一下大家的那个限动，然后。有时候还是会看到，哦，那什么，我觉得很可爱啊，我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很可爱、啊、我就不这样，不要拉倒。我喜限动转发的对象用手指都能数完的。嗯，封锁麻友在追踪麻友，哎，我打脏话骂人被喊喊栗子麻友七七阿潘查。嗯，是哦，我怎么没印象？欢迎来看限动，可爱耶！然后有时候就是半夜睡不着，可能就是三四点，在那边就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就看到了有人有破限动，就点进去看一下，然后看一下，就下一秒他就密我说：“妈呀，你赶快睡觉。”他就哦，被发现了，被发现了，没事啊，我最专情了，没什么不能看，因为我打奥哦，那我看不懂啊，真好笑，还关心我嘞，限动警察的警察，没错，限动警察的警察，错坏事被抓到，我才没有错坏事，还有马友不知道我的 IG， 我哪里不知道你的 IG？下次我们都要小孩子们要赶快睡觉，懒掉人。大家留言了没啊？我去看一下哦，拜拜。我要去看一下，给我30秒，拜。还没有 tag 我妈哟，哎，那你赶快 tag 妈哟，马上现在，立刻马上现在，和马上现在，看留言了，大家赶快哦。只好来报道什么的，你们真的很调皮耶，调皮鬼，真是的。可是我上次留言还问这是谁啊？真的吗？真的吗？这是谁？我问了这是谁？是的，好像第一次留言是吗？是吗？
第一次留言吗？赞哦！耶，那我们的纪念日耶，第一次留言纪念日居然是在万圣节。魏林婷同，魏林同还没留言，有啊，你有啊，第一次如此愁绿，愁绿吗？如此愁绿，巴浪口，但。帅哦，我知道，我刚刚这神说是不是帅，直率的帅、啊、原来是帅，草率就是随便的意思哦。哎呦，我以为是，我以为是，我想说是不是绿啊，不是，是不是帅。看完可以删留言了，喂，不是这样子吧。不是这样的吧，小兽就是家的意思，小兽是渣男呐、啊，啊你看他推，他的推也是个渣男，我是说梅林，他不是想要当渣男吗？梅林一直都有说想要当渣男呐、啊，小兽我跟你说，我明天第一次跟梅林工作哎。我说 Luma 的宣传， Luma 的宣传我明天要跟梅林一起去，期待吧。小时候不是推 Mayo 吗？所以 Mayo 是渣男。米莲妈又要出动了，美林不可能，大 B 腿一定会被叫错名字，一定会叫错名字。那每一个人都说宝贝就好了呀，宝贝，他感觉不会叫名字，那就说哎，摸了 BB 不负责任，麻油却很渣，怎样摸了 BB 就要负责任？是不是？我才不要摸屁股而已。小三美玲麻友美玲组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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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Oh no！ 出现了渣男发言，为什么下雨天容易想睡觉啊？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明天要去染头发，开心开心。但是我超怕来不及，因为我中午有通告，然后就超怕来不及。我也这样跟女生说好了，因为冷冷的，我们摸别人的屁屁要负责任。你们当然要负责任呢、啊、这些臭男孩，凉掉人，什么因为天气凉凉的又没有阳光就没有什么潮气，下雨天想睡觉，不想上班，不要推给下雨天，是真的下雨天的关系，下雨天了怎么办，来接来接，下雨天了怎么办，好啦，你们不想我啊，没关系啊，下雨天没有臭啊。我不是臭男孩，是小男孩，我是动物，应该不是臭老，不用坐牢吧。妈呀，没有下雨也想睡觉啊，我还好。不可爱，不可爱，妈呀真的好可爱，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哈，是吗？没有听过是不是？克里斯，谢谢呢，展现给你五个我就不管怎样，不只是下雨天想啊，可以去摸屁屁。我还好，真的是，真的是很欠揍哎、欸。
阿给谢谢你的红玫瑰，谢谢奇缘之友包包。啊，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记得我刚开始开直播的时候，大家都是我说什么我想你呀、啊、之类的，你们也会说我也想你呀、啊、之类的。然后到现在哦，我说我想要你们说我想你，然后结果大家说什么我还好。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大家找回初心啊！下雨天了怎么办？不是猜歌都吹，怎样？可以谢谢的梦幻泡泡，我初心是没有，每天都想想你呀、啊。那更谢谢你的事业早，谢谢你的自由宝宝。刚才那句是界蛮有唱的那一句。X 谢谢，我没有。哦，哦，因为现在不用挂在嘴巴上，蛮有也知道我们想你呀、啊。才四年而已，才四年而已。下雨天了怎么办？蛮有怎么这么可爱？这觉得可以吗？下雨天了怎么办？蛮有怎么那么可爱？嗯，还好。要找回初心哦，那要去找别人了哦，没事。哈利桑，哈利桑，一马格拉肯哦，我跟你们讲一样的事情，而、啊、不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很好笑的事情。我上次去，公园，然后那个公园有一个区域是，就是放那个中型狗放在那个里面，然后他们让他们奔跑的地方，然后看到一只哈士奇，太可爱了，真的好可爱，超大只又很胖的那一种，然后就开门，他听到开门的声音就哇站子跑过来，结果呢他就扑上我，啪，但是他的手啪，然后他就这样，他的嘴巴好超痛，超级痛，然后他直接把我的口罩直接咬走了，然后呢，后来那个主人就说啊，有没有受伤？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啊，真的很抱歉，他太喜欢口罩了，抱歉，他一直叫我，他就是一直跟我抱歉，他的主人呐、啊。我说没事，他也不是故意的啦，这样子。但是我的口罩没了，我等一下没办法去买东西。他说啊，真的很抱歉，这样子。然后我去展示一下口罩五十双，出勤喜欢口罩是什么怪癖？是真的很喜欢对的样子。然后什么？我每天起床都有一些麦油，我一个人出，可爱。QQ 这只狗出镜，对，它很喜欢口罩，然后它就是后来它玩完口罩之后呢，它又跑过来，然后又扑上我啊。你知道吗？我那天穿白色的衣服，我的白色衣服都变成咖啡色了，但是好可爱哦！但是它力量超大，然后它是不止很大只以外，它是很胖，所以呢，它就真的力气超强的，我就啪，然后说好了，不用了。然后那个主人就熊大就说，停。天，你会不会想要被骂？怎样？然后就一直在骂他，然后就他那个主人就一直跟我道歉说，有没有怎样？还好吗？有没有怎样？有没有受伤？我说哦，真的没事，是我自己进来的，不是他的错，怎么样？然后就说真是很抱歉，就觉得被道歉到我都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其实是很喜欢麻油带过的口罩，这次他自己很专业。他自己不是喜欢口罩，是喜欢你吧？那只狗一定是公的，好像是公的。那你这样子怎么去买东西？我就先回家了呀，我就是这样子，我的帽子这样子，遮住嘴巴回家。
house， 主人是蛮有饭吧？那个主人也是，原来是这样子。哈士奇要被出境了。ハリさんね、この前ね、公園に行ったんですよ。そしたら公園ってさ、なんかドッグラン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無料のね。でなんか檻みたいになってて、でいっぱいなんかそのなんか中犬とか大型犬のそのがいっぱい走ってる場所があったんですよ。で、まあ、ハスキーが1匹いたから、あ、ハスキーいると思って入ったんですよ、その檻の中に。そしたら、ね、檻を開けた瞬間、その音を聞いたハスキーパッ向きました。私のことを見ました。そしてパーッて走ってきて、ブワーッてもう全力疾走で走ってきてね、めっちゃでかいハスキーよ。普通に身長私より高かったもん。こうやった時、ここら辺から手がピヤーってきて、そのまま口がパクーって口を食べられまして、でそのままマスクを取られたっていう。めっちゃ痛くてさ、めっちゃ痛くてさ、噛まれてるわけだから、この鼻とか。で、いってーと思って、じゃあなんかそのご主人さんがめっちゃ謝ってきて、大丈夫大丈夫、怪我してない大丈夫ってめっちゃ謝ってきて、いやいや私のせい、あのその子のせいじゃないから大丈夫ですよって言って、めっちゃこの子ねマスク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あマスク好きなんだって。マスク遊び終わった瞬間、私にまたブワーって走ってきて、うわーってされて、いって、でなんかそのさ、ハスキーの爪とかさ、こうなんか肉球も硬いからさ、ハスキー、あの大型犬の肉球硬いから、そのなんか硬いのがこう耳にバーッてきて、で口もバーッてきて、ベ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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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れて、その後に腕とかもハーみたいなされて、いってってなって、そのご主人さんもめっちゃ怒り出してさ、そのハスキーに、でおさりやめろやめろって言ってて、でその後に、その後にめっちゃご主人さんが私に対して、怪我してない大丈夫大丈夫、本当に怪我してないごめんねって謝ってきたって話。よ、人気者。なになに、大阪民の擬音語が豊富すぎない？あ、そうなんよな。名前よる先生全身流発しちクッキー、谢谢小狐狸，谢谢克里斯相遇。怎么训练哈士奇拿麻油的推搡？刚刚诊断在日文是在想什么？没有哦，超好笑，哈士奇真的超可爱的。但是我的梦想之一啦，就是想要养哈士奇。然后那一天就看到就这种就是很疯狂的哈士奇，然后就是这很可爱啊，对主人来说。但是如果去咬别人的狗，小狗或是别人的小朋友，那是真的是大不，就是真的是不行的，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我想要养一只很强的很强的哈士奇，但是我还是得教育一下，不然不能这样子对别人，或是对小朋友，或是对小狗这样子。不然还好是我，好不好？还好是我，我很喜欢狗狗，又不会就是我也是常常被麻鼠抓啊，或是咬啊，就觉得不会很痛。但是如果不是我，今天不是我，然后一个小朋友的话，真的会被吓到啊。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要养哈士奇，真的要好好的教育一下。刚刚诊断，有听得懂吗？还是起的慢仔？发现麻油用日文跟什么用中文的更，用中文比用中文更生动。当然，可能是会才加，像是训练警犬一样。哦，对，哦，看到粉红头是不是？小朋友会受伤吧？对呀，这里不就有一只吗？但是，土豆不像哈士奇，不够强。不然就煮来吃好了。哈，不行这样子啦，麻油养哈士奇强加上强哦，我就喜欢强强的狗啊，很可爱好不好，超可爱的。其实我对于哈士奇的长相没有到很喜欢，我最喜欢的长相是黄金猎犬，但黄金猎犬是太聪明了，实在太聪明，好像比我聪明呢。为什么我要养一只比我聪明的狗狗呢？这样子就不好玩了。我就想要养一只很强又很可爱又很爱撒娇的那种狗狗，大狗啦。然后就我就觉得哈士奇的个性很可爱啊，才家啊，就才呀、啊，对不对？在那边就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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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我就是看了那个 happy dog 的那个
那个影片啦，就看到他的事情就可爱 ，Happy Happy Happy Do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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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的那个影片，我就觉得超可爱，我就觉得哈士奇好可爱，好可爱，好想养。对，拉布拉多的吧，拉布拉多的也不错啊，两个可爱在一起，出门遛狗先发个限动，我先离远一点，妈也不要对自己没自信，谢谢哈利小本手里，可爱的很可爱，对，狗是色盲啊，是啊。啊，对吼，我有听说他可以帮你装电风扇，不好吗？尾巴一直摇 ，Happy Dog， 对对对对 ，Happy Happy Happy Dog， 狗比人聪明，对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狗狗比人还聪明。我前阵子养的宠物因为太潮湿全灭了，你养什么宠物？所以在家里。可以问哈士奇3C怎么样？开到啊，差不多了，在四分钟。我到底是什么米字影片？那到底是什么米字影片？你去 Happy Dog 吗？你不知道 Happy Do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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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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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你不知道？哎呦，好可惜哟、哦！刚刚去搜寻呐、啊， Happy Do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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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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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对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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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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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 哎，你们真的不知道？哎呦，不年轻了哈，不年轻了。我看你的版本就，我也不知道啊，你们真的不年轻了，要跟上年轻人了，大家。当狗不是，当狗不是搞这个呢，哎呀。気持ち悪い。なんだか面白い。あのね、違うよ。あの、インスタでさ、最近めっちゃ動画あるじゃん。そのさ、動画でさ、ハッピードッグのさ、歌を使って、あの、ハスキーがめっちゃ暴れてる動画がある。ハッピードッグって言ってやってるやつがめっちゃ可愛くて、それを見てハスキー飼い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や。ズウェイコー、シェシェン、ラシャンウィー。ワン年轻啊、我也不知道。我就老。好好笑，麻油嫌我们老，脾气记仇中，不要啦，几位谢谢真情告白。なるほど、ハスキー、なんかハスキーの見た目は別にそんなに好きじゃないよ。結局は私はラブラドールレトリバーとかそういうの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そう、本当はね、実はラブラドールの顔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でもなんか私より賢い犬を飼うよりも。私よりバカなおバカなハスキーを買った方が幸せ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ハスキーを買いたくてね、いつかハスキーを買いたいんです。ハスキーってめっちゃおバカなの知ってる？この人は猫が大好きです。ハリーさん、ピエン。ハリー食べられるよ、ハスキー買ったら。我才两岁半，一样来说。ハリー食べられちゃうよ。我猜马有半三岁而已耶，三岁很久啊。Happy Happy Happy Do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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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啊，好洗脑哦。哒哒哒哒哒 ，Happy Happy Happy Gu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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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 赶快去看一遍啦，真的啦，啊，不然等一下分享给你们呢。我超喜欢的。嗨，大师，宇都宮養桑，这个麻油坏掉了，50收，哎，才50块嘞。我现在去看这个麻油，可以分享一下。不要分享啊，我的形象啦，我出60，我自己出70啦，我自己出80，敢不敢？敢不敢出90啊？不知道 YouTube 搜寻 Happy Guy Happy Dog， 100，80利币嘛？不是吧？怎么越来越便宜啊？谁敢说87？我就我就我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哟、哦，怎么那么可爱呀、啊？我觉得你以前拍发密码广告超面白了，有吗？我有拍全家的广告，我没有拍过。110三个麻油可以买一包三鞋。2013、14啊，520、13、14啦啊，真的、啊、那么多钱吗？好啊，好啊。麦酱，啊，こんばんは，おきげんよう。
今天要我只喜欢哈比马油，哈比马油跟巴柠檬 ，Hello， 续仙 ，Hello， 还是 seven， 是 seven 吧，是 seven 啊。昨天呢，我跟雅琪不是有拍那个辣台一妹的影片吗？啊，虽然今天只有一个小时，就没关系，就好好玩，就是继续讲，就是我昨天不是有那个拍那个什么吃什么八加九的影片，然后就雅琪就说，哎，最近真的很流行这首歌，我就说，哎，真假的，哎，这个很八加九，很台耶。真的要拍吗？讲，我说啊，我真的拍呀、啊，拍呀、啊，这样子。然后台妹，然后拍台妹的影片结束之后，雅琪就说、啊，还是我们来拍一个疯狂本本。说好啊，来呀、啊，我那个比较喜欢。然后就拍，拍完之后，雅琪就说啊，没想到你也是这种疯的哎。他第一印象应该是他以为我有藕包吧？啊，结果我早就没有什么藕包这东西。很八加九，很适合。哎，闭嘴，闭嘴。哎，确实我的华少蛮适合的哈，还是有欧巴的放啊？是吗？放的不够开吗？我觉得放的蛮开的呀，还闭到感觉，对不对？对呀、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怎么办？我这个要转发吗？啊，我的形象什么的都没了。他就说啊，你有形象。很好笑，你就觉得很快乐，好可爱，好开心。推荐去看《超疗愈》，对不对？它有很多个版本呐、啊，就是你可以去看很多很多版本的。雅琪的表情超级浮夸，而且他的帽子掉了，超好笑的。雅琪超可爱的，雅琪人超好的、啊，就是很大方。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演员，但是。很大方，没有距离感，很亲切。跳到帽子掉，这 power 很足，对啊，不错吧？大家好，大家差不多要结束了，我要念板咯。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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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小兽11月9号的活动，抽到就会去哦。啊，什么意思？活动？11月9号有什么活动？11月9号，不是11月19号吗？11月19号，11月19号，11月19号是有那个。什么东西？没错 ，HIT FM HIT 快闪见面会，那个快闪活动，快闪见面会。来，我们对一下行程呢。好，来对一下行程。好，谢谢。有什么活动呢？11月9号有什么活动呢？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活动呢？雅琪的表情好像姐姐还没跟你讲吧？对的。嗯，对一下哈啊，有我吗？会有我吗？笑死，看起来还没有跟你们讲。嗯，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东西呢？请问我11月9号有什么呢？看来我们又先看到了，有你有啊，我有啊，哈哈 ，OK 我有 OK， 11月9号收到啊，然后呢？11月9号几点呢？请问一下几点呢？11月9号 Fit FM 快闪见面会，麻油烧脑口，谢谢，没有这回事，一定没有的。然后呢，啊，所以是 Fit FM 快闪见面会，然后呢，下个礼拜三的6点半哦，6点半，诶，快闪见面会，11月9号听说要做甜点呢，啊，是哦，什么意思？好奇怪，是什么快闪店？还有你们所做的点心，啊，真假的，在 Hito Cafe， 啊，等一下，可以 re 一下那个通告吗？可以 re 一下吗？哎，所以说我们集合时间是几点？集合在哪里呢？公司就好了吗？嗯，6点半的话，大概4点就要集合是吗？是吗？还是4点半？
但是我们要表演还是没有要表演啊？如果要表演的话，我要那个唱的是极端版还是短版还是普通版？还是我要没有耳挂的话是要唱歌吗？还是要对嘴吗？没有耳挂的话没有要唱歌，对不对？那我要对嘴吗？还是我笑容就好？要表演哦，短板，谢谢。是短板吗？还是极短板？是吗？手做点点，四点好 ，OK 的。晚上四点，好，晚上四点集合在公司 ，OK 的。你知道几个人吗？我不知道是几个人，应该是短板吧。好的，会有表演，完整版的五跟五就入门，完整版这是不太可能的啦。那应该是短板，嗯 ，OK 的。手做点点，没必要拿粉丝的生命开玩笑吧？喂，五秒版。谢谢大家这样子吧，重点是看你们啊啊，你们的甜点 OK 的，被马友完整否定。场地是咖啡厅或有地方表演吗？咖啡厅表演哦，是啊，咖啡厅表演，原来是在咖啡厅快闪这样子。那会有几个人呢？请问一下，不是吃吃吃完直接倒下 ending 吗？啊、哦，没关系的，不用倒下来，因为就是站起来就需要三秒的时间。对，结果表演拉花，拉花，久违龙飞，哎，所以是有几个人呢？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有几个人呢？还没有公布，是吗？那怎么会知道有我？八个人啊，八个人。是啊、哦，八个人，好的，八个人 ，OK 的啊、所以八个人的话，要跳舞的话，间奏是我是一二三的时候转圈，对不对 ？OK 的，谢谢，谢谢工作人员们跟我来搞，我知道十一月九号有工作了，谢谢，谢谢 Ted 的自由，拜拜，一二三就开始拉花。然后我很想要挑战诶，布丁品涵，小晴跟麻油栗子零一七七跟肉肉 ，OK 的，谢谢。好的 ，re 完了要抽到我了啊，是也是要抽奖的，抽选的 ，OK 的，祝大家都可以抽到哦。我们所以是十一月九号见，我怎么都不知道啊？傻眼，十一月九号不就是下个礼拜吗？啊，好好笑。好啦，那就要念版咯，要看平常没有在做好事啊，要看平常有没有做好事。对，哈哈，没事，完了。好言经济部可以让我们负责代理人吗？一二三四五。第五名开始念好了，今天第五名哈利桑阿里嘎多，今天第四名赵颖阿里嘎多，今天第三名 Cookie 谢谢，今天第二名是乐色同我就来谢谢，今天第一名 Gex 谢谢，好的，谢谢大家来陪我，那么我们下次见，下一次一定会是我的生发麻友，大家期待一下，拜拜。那个汤包真的有这么好吃吗？汤包？哪个汤包？哪一个汤包啊？好吃。